这是倒位？大家这戆的。我收起来啊！有人跟踪我，跟我白分去。你会惊吼？予咱糟蹋的感觉，是毋是足无爽快？我无需要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你甲我买分去了来吃，你敢不知影这是犯法的？你嘛有犯法啦！你犯的是妨害家庭的罪。我哪里拢知影？所以你拄则继续要糟蹋我，是听我讲要搞黑件事？是啊，这就叫做以牙还牙。刚刚你唔知影，你做人的小三，就是伫咧糟蹋慧玲还有天宇的婚姻。我希望你莫阁破坏人的家庭啊！啊，若无后一遍，是啥物人撩开你的衫，我都唔知啊。是罗慧玲叫伊来见过我，这个代志跟慧玲一点关系拢无。是我看你做的更下代，感觉足恶心。我跟你讲啦，赵天宇是无可能离开慧玲，还佫有心爱查某囝。伊若是要离开，早就已经离开啊。而且赵天宇这个人哦，上爱就是权力，还佫有事业，伊绝对无可能放弃罗家。这座靠山，别再讲啊！我未讲完呢，你给我听好清楚。查甫人对外面的查甫，拢是因为新鲜感，想要耍耍的。所以赵天宇，若是耍耍啊，就会一脚把你踢开，转去慧玲的身躯边。参照赵天宇这种有权有地位的人。主动上上门的查甫囡仔坐敢那耍的，你嘛是其中一个。不可能，天宇袂安尼对待我。嘉秀，阿你奈这么戆啊？你想看卖？赵天宇刚刚伫个慧玲的面头前，是恁甲你的关系。讲啊歹听的啦，伊连甲你牵手拢唔敢。所以，赵天宇，这是一个懦夫，上自私的懦夫。
所以无可能会放下一切跟你做伙。你若是袂赶紧离开，我保证，后一遍我会让你比今妈更加凄惨。这是讲好的数无，提起。慧玲，你要提的物件我拢提好啊，我都会好好离开啦。你放心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拢处理好啊。我今嘛就回去饭店陪你。有啥代志啊？我不知呢，阮若是离开这较安全啦。哎，也是，袂用忍啊！我去问餐厅的人，确定到底有啥物状况，我才当安心离开。啊，不过若是真正有火灾，那安尼就真危险吗？你先去外口等我，我问完去跟你回函。好啦，奶奶，我伫外口等你，你忙忙就紧出来，莫冒险嘛。我知，谢你哦。郑浩，今晚我们是应该跟志明做伙，哪里志明？你喜欢臭香？为什么受伤伤害我呀？我不可以回你伤害志明。你放手！我不要！你放手！今麦现场只有咱两个尔，敢会当麻烦你出来，咱当面甲话讲清楚。谁是客栈？才干来我一个人尔，你到底要找谁？这讲话声，咱听会才熟悉。江宏杰。你给我放手！江小姐，我这个客栈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我受伤啊！紧快叫我车来去。